Lead th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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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 the next.我哋做青年事务嘅人就系我哋嘅资产，我哋致力招募更多有质素嘅会员，目的系令更多年青人有正面嘅改变。喺2011年，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及其下19个分会会做更多对社会有回响、有效益嘅工作计划，目的系为推动青年事务发展出一分力。我哋将会继续培训青少年，将环保信息推广到沙田每一个角落，凝聚会员力量。我哋会向600,000名观塘区居民宣扬家庭和谐嘅信息。我哋为香港开展更多更有意义、有影响力嘅工作计划，用我哋九龙独有嘅精神，为香港注入更加多嘅正能量。我哋培训领袖，领袖培训，希望尽你我之力，服务社会，活得更精彩。嚟，我哋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成为积极公民，创造自豪嘅人生。用创造力、凝聚力、执行力，发挥好人精神。紫荆同心凝聚会员，将旗舰工作计划爱知识齐分享，推广至每一个角落。我哋推动工商界创意创业，我哋培育每一位小朋友成为飞龙嘅大使。我哋令到全港每一位市民珍惜食水。为国家尽一分力。我是腾龙青年商会透过旗舰工作计划飞龙腾达，训练自己，服务他人。我们会以轻松愉快的工作计划让年轻人走向正极，吃喝玩乐在经纬，来感受一下吧。透过国际儿童国比赛，我们会培育更多未来的艺术家，藉着青年领袖选举来到表扬更多的青年领袖，从而做到汇聚领袖，乐在海港。我哋北区金口奖喺嚟紧一年会为咗全港嘅小学生提供实践两文三语嘅机会。United we stand， 众志成城，维多利亚青年商会凝聚你我。我哋会致力推动青少年嘅工作计划，令佢哋发挥潜能，尽展所长。我哋将会继续举办我哋嘅旗舰工作计划义不容辞同埋员工关怀日，宣扬我哋嘅狮子山精神。今年是第30届显学港岛青商若能学童奖学金计划，这个奖学金对受惠学生以及家长及学校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致力凝聚青年人一起为我们爱读书出一分心意，为翻译比赛出一分力量，半岛预埋你。全港区杰出学生选举为表扬学术成就及公民责任，为年青生一代作出正面的榜样，我们是元朗青年商会。小手爱地球，我哋继续推动环保。全港专业女性选举，我哋宣扬本港杰出嘅女性。新思维，我哋系 City Lady。